我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，就是这个项目编号跟文字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定位点符号？这个定位点符号呢，我们其实可以去调整它的距离，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希望大一点，或是如果觉得太大，我们如何变小一点？所以滑鼠右键就是针对这个项目。这个项目编号这边有一个叫做调整清单缩排，调整清单缩排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文字缩排，就是数字的位置，我们从几公分处开始，这边有一个几公分，如果我们现在就从一公分开始，那我们会希望说调整这个距离。这个时候，例如说我们调整到一公分，然后点选这边确定，它是不是整个把这个编号整个都调整变成一公分？我用的方式是滑鼠右键这个调整清单编号，因为它是清单项目清单，就是这一个。好，所以滑鼠右键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调整项目清单，所以这个是针对清单来去做修改。那我如果希望说制作方法，这整个这些内容整个内缩一点，内缩知道吗？往右边叫内缩，所以怎么做？滑鼠右键调整清单缩排，这个地方设成，例如说0.5公分，它就内缩。一个字又多一点点，好，确定，是不是整个内缩？可以哦，这是内缩的部分。那因为整个这个构成就是0.5公分，因为我这边是不是它要这个文字是从一公分处开始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空了0.5公分，那相对的，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距离又再空大一点？例如说，空成1.5公分好了。所以滑鼠右键这边是调整清单缩排，然后请改成，例如说这个1.5公分，然后这个改成0.5，好，确定，可以吗？这边是不是0.5？这边是不是？整个从这边开始算到这个地方1.5，好，那我想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。这个的修改很少人会想要去动它，因为如果说比较快的做法，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子，先点一下 Tab，如果你要内缩，你干脆点一个 Tab 键。它会直接跳到大概是两个中文字的距离，两个中文字的距离。那也就是自己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算一下，一点大概等于0.33公分左右，0.03公分，所以12点大概就是0.4公分左右，12乘以0.33这样算出来大概是0.4公分。你不知道也无所谓啦，反正就是我要内缩嘛，内缩到这边两个字，然后接下来我再去输一点，然后例如说收集素材，是不是照样可以自动编号？可以哦，所以这是我们自动编号的一个做法，但是。自动编号，坦白说，我们真的比较少去使用。好，结束，怎么样结束自动编号？站一下 Enter 键。好，我想自动编号我就介绍到这边喽。那可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通常要研究的是这种东西，就是假设我今天我希望一点跟这个如中间的距离。它在哪里控制？因为你要控制是不是每一个标题或文字都要一起做修改，所以我们是在这里面修改，所以这点要请各位注意哦。请问一下，
这个东西叫做编号，编号会在这里面吗？没有，没有在这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要修改这个的距离，在哪里修改？编号。例如说，标题二修改，所以请学这件事。这里面呢，我们是不是要去调整，就是编号跟什么？跟文字的距离。请问你觉得在哪里？它是属于字形吗？应该没有关系。它是框线，不可能，语言不可能，图文框，编号，编号，快速键，文字，你觉得剩几个了？只剩段落，定位点，这边也没看到定位点啊。我刚刚是点到这边，这边没有定位点嘛？是不是应该去看看，例如说定位点跟什么编号方式，这也算是一种编号方式啊。来，请你们动手来去找找看，这里怎么修改？我们要到这个地方来去做修改，滑鼠右键，然后点选修改，标题二的修改，然后接下来在格式里面的段落，段落，段落再去做这个内容的调整。这边是 0.85，0.85。那假设我们今天希望再往右边靠一点，你不能设太小，你设太小你要考虑到10的时候。好，所以我们定位点假设我们增加变成 1.5 公分好了。1.5 公分确定。这边距离是不是就变宽了？确定。而且是所有的这个都变宽了。不是只有动一个，而是全部。好，所以看你要不要再把它改回来。例如说改成一公分好了，所以滑鼠右键点选标题二，格式底下的段落，然后请把这个缩排改小，例如说变成一公分好了，凸排一公分，确定确定，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咯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调整段落。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项目那个标题二，标题二它的一个数字编号跟文字之间的距离，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去调整的。